下一季孤注定四海沉浮，此心却寄予何处，这江山谁主才不算一场孤独。明明执手轮回转，昨世今生换半世坦，相逢何以为好。好说好说，焦公公不是听着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。纯白你是神仙，出趟远门等我回来。好，让我等着你。出马给门干，是我爱的，你也算亲我，对不对？我和我爹就该被你利用吗？竟然在我和我爹身上下诱饵，他为了有机会进入辕门，他又为了穿一抹小地宫利用你做诱饵，那个破绽只有我和他知道。如果不是他，怎么会中埋伏？如果不是他，爹会死吗？你等着，我一定会打败你。